小贝之动物奇缘。老虎和狮子谁更厉害？这些狮子在睡懒觉呢。哈哈，你们还是过来看看老虎吧，这只老虎看起来好威风。看过了这么多动物，我觉得老虎和狮子都是各种野兽里非常厉害的。那么他们之间谁更厉害呢？狮子可是草原之王，它的一声狮吼就已经吓得大家腿脚发软，直冒冷汗了。当然是狮子更厉害。老虎还是森林之王呢，是世界上最凶猛的陆栖动物，它捕猎的时候都是单独出动，我想应该是老虎更厉害。狮子更厉害。狮子和老虎生存的环境本来是相隔很远的，没办法碰在一起。老虎分布于亚洲各地森林，一般是独来独往，而狮子在非洲草原喜欢集体群居生活。群里年轻力壮的雄狮便是狮王，它享有最高权力，所以它们只能在自己的领地里称王称霸。真要在老虎和狮子之间一比高下的话，通过动物学家们的研究分析，比较它们的体重、力量、捕猎方法和灵活性，如果是一对一单打搏斗的话，老虎则更厉害一些。小朋友，你知道答案了吗？Thank you.